记者吴孟伦台北报道。33岁南韩女模朴惠气场十足，时常在各大品牌的伸展台上看到她的身影，她也因参加节目《我去上学啦》知名度大增。4月时她在 IG 宣布怀孕消息，老公更开心到送她一辆名车当礼物，让她惊喜不已。朴惠与老公于2008年步入礼堂，十年以来夫妻俩一直努力造人，终于在今年传来好消息，朴惠晒出超音波照，直呼自己的心情既紧张又开心，将为人母的喜悦藏不住。目前她已怀有七个月身孕，日前 PO 出一张挺住孕肚与价值超过百万的名车合照，只见她兴奋高举双手，原来这是老公送给她的礼物。收到新车的朴惠表示自己相当惊喜，并承诺一定会安全驾驶，让粉丝大赞她的老公超有心。朴惠翻摄自朴惠 IG， 老公送朴惠新车。翻摄自朴惠 IG， 朴惠与老公结婚10年，终于造人成功。翻摄自朴惠 IG。